许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在反复练习。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哪怕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400 410 420 403420 450 哇塞，我们赚了450块钱，你行啊你！现在体会到回到原点的感觉了吧？没有，倒是觉得回到饿点。哟，苹果就这么多了，我不给你吃。谁吃你剩的？本次比赛啊，获得第一名的是李阳祖，耶！好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。好，下面我们宣布第二名的获得者是来自 MG 集团的方圆小组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获得我们本次第三名的是汤姆国际的 Tina 小组。好可惜，差一点就能拿第一了。没事，别放心上。你看，咱们有纪念奖，对吧？这回虽然你们赚的钱不是最多的，但是呢，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团队合作的精神。除了口才跟文笔，我们需要的是擅长沟通、懂得合作，并且能够不断进步的人才。所以呢，我们相信啊，你们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。我们 SCTA 将破例把你们所在的 MG 集团列为我们的第二合作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恭喜你们！谢谢。行，让我们用掌声祝贺他们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方圆，哎，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。之前我的态度呢？咱们别堵在门口好不好？方圆，记得把咱们比赛录像要回来啊，这写报告得用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明天见啊。好的。为什么要说呀？我刺激你来参加这场比赛，是希望你能明白，旅游体验师也是有苦有累的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小芳生你的气，也并不是因为你冲他发火，而是因为你不尊重他的劳动成果。是，他是犯了错，但那是因为他经验不足，而不是你所说的态度问题。不过这次好了，经过这场比赛，他已经感受到了你对他的变化。对不起这三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真的很怪。其实吧，就算他今天输了，我也不会开除。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我之前就是随便说说，我是吓唬吓唬他而已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叫领导统御。你累不累？不累。
算什么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啊？想吃什么？什么都行。珊珊，有时间吗？可以见面吗？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一会儿还要飞呢。以前爸在老家，你嫌远不去看他，他现在搬来上海。住院住了那么久，你还不去看他，你就那么恨他吗？他没养过我，我为什么要尽孝啊？可他毕竟是我们的爸爸呀。错，他是你爸。我再说一遍，他没养过我，我不认他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怎么说了？父慈子孝，天经地义。可父不慈，我为什么要孝？你也不用在这儿跟我装好人。我问你，当初妈把我带走，把你留下，你平心而论，你从心里就没有一点点恨过她？我没有，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。是啊，我没有恨过妈妈，因为我相信妈走的那一刻，她也是爱爸爸的。要不然他不会同意我留下来，他就是怕万一有一天爸爸生病了、老了，没有人照顾。够了！不是言要求你今天来是来教育我的吗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赶紧说！爸的医药费不够用了，我没钱，找别人吧。你让我找什么别人啊？除了我，你是爸唯一的亲人。你爱找谁找谁去。跟我没有关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珊珊，你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绝情？你是说我绝情吗？我问你，他为什么生病啊？他为什么躺在医院里啊？是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们？你告诉我，那都是他以前自己造的孽，他活该。我为什么要为他以前犯下的错误买单？我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有这个义务吗？我有吗？该说的我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后别再为了他的事找我。属狗的自己往里窜，给我倒杯水。自己倒。我避开狗仔千辛万苦。
意吗？给我倒杯水，能死啊！又不是我请你来的。算了，我有事找你。别再让我给你当什么冒牌男友啊，没门。不是这事儿，我跟汤明说了，我最近生病了，需要休息，你明天陪我一天呗。哎呀，有点耳鸣，刚才说什么没听见。啊，没事吧你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啊！你挣钱又不是养我的，我干嘛陪吃陪喝还陪玩啊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养你啊。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约人了啊，我约了你哥。那还不容易？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能跟我抢。唐果果，你就放我一马吧，行不行？看来我不放大招是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行啊！我今天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。我，你最喜欢的话剧《国歌》里的“死婚令”。国歌里。哎呀，上海呢有一家特别好玩的吃烧，我想去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！这样吧，明天呢我们先去吃饭，再去密室逃脱，最后呢再去看话剧，怎么样？我们晚上海一日游，保你万一呀！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看我口型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？你不去我？你厉害。不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楼下现在有一堆记者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让他们现在上来给我们拍两张大头贴，我就告诉大家我恋爱了，我唐果果恋爱了，我跟教主恋爱了。我把你喊，去还是不去？去，去。早答应不就完了？傻子，我喊。行吧，那票呢？我就先帮你保管着，明天呢我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么么哒。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球呢？苏畅，郑楚，别说我没想着你啊！明天我给你一个单独跟唐果果相处的机会。我，果果，郑楚，喂，姐，那个上次的事儿啊，是我的错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明天我带你去玩去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跟你约会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。你说你身后那么多狗仔队，我们不得多找几个人帮我们证明是清白的？那后面话剧怎么办？只有两张票，他们不会跟着去吧？我忘跟你说了，我们在补救他们吃饭的正事儿，我得跟你回去。楚，你这样，你把手先松开好不好？行了，你们俩不要在这腻歪。不是腻歪，要么你就先去看话剧，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最好是齐晨，你闭嘴！你
长本事了是不是啊？你能耐了是不是？还密室逃脱，你挺有创意。不是挺有创意？你说现在还谁找那小姑娘看鬼片、骗拥抱什么的？这多土啊！你收起那点小心思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这儿，你跟这个唐果果就不可能，对，不可能。听见了吗？那个啊，我来处理一下，行行。这都是为你着想，你怎么把你姐给带来了？这多添乱呢！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要是摆脱唐果果纠缠，你是不是得当我姐夫？不是我当，我当你姐夫？我跟你说，我宁可常伴青灯古佛，我也不会跟他。揪谁呢？你怎么来你大帽子啊？别，木糖一点都不疼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来是开心的。咱分个组，我姐跟我姐夫一组，我跟果果一组。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不是，那个，哎，你们俩意见什么时候这么一致啊？咱俩意见怎么样？哦，意见不一致，那就是同意了。哎，没有那个，哎，什么事情？行了，主意决定胜负，说了就行了。别跟我回了。对对对，干什么你？哎，加油啊！里边灯挺亮的，不缺你的电灯泡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是不是你所有书城这么干的？我真是小看你了哈！我让你进我公司，让你当我邻居，你现在把我弟弟往火坑里推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冤枉，我是受你弟弟之托。我看你心虚。不是，来都来了，玩不玩吧？跟你啊。要不然跟谁啊？不愿意。你是怕智商不够，让我笑话吗？啊？哎，也对。哎呀，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啊，是最考验智商了，得学霸级的人物才能玩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别在这多停留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嗯，走吧。我要是走了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学霸呀？学霸就这智商啊？这种游戏啊，就得我们这种智商高的人玩。我说啊，找个地方歇会儿啊，交给我，我搞定。来。你能不能把那帽子摘了呀？这儿又没人，裹那棉是干嘛呀？你管得着吗你？
这差不多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？能打开吗？你有钥匙吗？我上哪有钥匙去？那就找钥匙喽。 不是我抱你上去，你不能摘下来了吗？我不够。哎，让他们抢先，咱们可得请吃饭啊。请就请呗，大不了我花钱。你能不能有点游戏精神？你也知道是游戏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一会儿这门自己就开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放我下了你！放开！臭流氓！别！走开！流氓放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手就能够着了。 你就放心吧，全都给你搞定了。是，哎哎！一十一号线电路现在出现问题，正在抢修，请闯关者耐心等待，不要紧张。你别害怕，那个喇叭里不是说了吗？马上就修好了。 那我给你唱首歌吧，你放松一点，我这脖子累得唱不出来。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鼻子，一只……难听死了。 还唱错词。你真怕黑呀。嗯。小时候，我爸每天都很忙，我哥又是学霸，整天泡在学校里。记得有一天，突然打雷下雨了。 停电了，黑漆漆一片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，整个宅子就我一个人，房间空空荡荡的，连一丝光亮都没有。我就一直哭，我就一直坐在门口哭，哭到他们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我连睡觉都开始抖。 没关系，别怕了啊！这不是我还在吗？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在。苏畅，如果刚才那条蛇是真的，那你还会？还会救你。无论有几条，我都会救你。
其实我觉得这家的密室逃脱挺有意思的啊，可以把它加到那个上海的旅游路线里面去。一个破游戏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不是你不能因为这密室逃脱是假的，你就歧视它。越是游戏越得认真，这样才有乐趣嘛。我没歧视游戏，我歧视你呢。少拿认真当胡闹的借口。谁胡闹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在里面刚才谁占我便宜了？是不是你？你见我脾气好，换个人把你手都剁了。你别说那么难听，什么叫占便宜，对不对？我够不着，我可不得抱着你上去吗？要不怎么你抱着我上去？我没说要够啊，是你要够。不够我们怎么能从里边出来呢？这是个。叔叔啊，我们去看话剧吧，啊。我得回去喂伯爵，你，啊，这事儿交给你了啊。哎，组长，小哲。哎呀，人家俩人要看话剧呢。哦，答应我了。浪费了。快点，哎，行，我来看啊，你先上，我来看。快点。我说的是伯爵的肚子饿，然后呢，我需要回去给他们吃的。那我跟你。但是呢，我不想影响你的，不想影响你的假期啊。求求求求求求啊！等等，你上来干嘛呀？帮帮我的忙嘛！小车，你给我下去！你堵车门干嘛？给我打开！打开！就浪费了你的命，好不好？什么？等会儿我下班过。哎！董事长，下班过。你拉我干什么？你拉我干什么？你冷静点！天这么好，话剧票不看，多浪费啊！看完我。问你个事儿。刚才是不是初吻呢？你哎，等会儿，打哪儿都行，别打脸，看脸吃饭呢。来，让你说，不是让你说，你干嘛呀？哎哎，放炮，是，哎，还真是初吻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是不是？谁让你开车的？还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说你跟一个不着调的女明星在大街上大吵大嚷的，就要让狗仔给拍下来，给你上了头条，到时候全上海都知道你苏芒。你少吓唬我！前面停车。干嘛呀？我饿了。啊？能不能去前面给我买点吃的呀？哦，好。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多买点啊，我很饿。哎，小心啊！我代驾是免费的。公司给你放假，你还这么开心？被驴啃了。哟，那这个驴的牙口够好的。Surprise！ 莱尔 A 公司给你发来的邀请函，邀请你去给他们做代言。我不去。我就知道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。唐果果，求求你了，行吗？我每天这么辛苦自学英语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你这一天。Just for you。我都说我不去了，别烦我，行吗？果果，果果，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果果，哎，果果，果果，我托你好不容易接着你一个这样的一线明星啊，你这个活接了吧，要不然我都快饿死了，求求你了，行吗？如果去了的话，苏萌跟郑楚又得……不行。你嘟囔什么呢？哎，不会是因为那个魔术店小老板？你能不能别提他？我能不提吗？我不提能行吗？我不像个老妈子似的天天照顾你，行吗？你快说，你跟那个苏畅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跟他什么关系？我能跟他什么关系？一天24小时你都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能跟他有关系吗？行了，之前那照片只是个意外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你赶紧把这个处理。不是处理掉你？喂，我怎么觉得有些人
处心积虑的耍手段，想借一些新闻来炒红自己吧。啊，就我现在的地位，需要炒吗？是吗？就怕有些人爬到今天，凭的不是自己的真本事，而是借一些新闻来维持自己的热度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！董事们在开会呢，你们能不能省点心？这个，我凭什么要收啊？方姐，你不是跟我说那边邀请我去了吗？天哪，唐伯伯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选择了几个新人，特意发了邀请函，目的就是在中国选择代言人。陶尼，你作为他的经纪人，连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跟唐伯伯讲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果果，果果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听我说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咱们的实力这么强，对吧？咱们 PK 掉几个新人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他不希望媒体让他们觉得他们选的代言人的很草率。草率？涛尼，你别忘了，大家都在怀疑果果的公众影响力，糖果的排名是顾水局刷上去的。叶丽莎。不管是凭本事还是靠水平，事实证明我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。如果你觉得能在我身上找回一点自信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赢了。因为我唐果果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。像这种广撒网钓大鱼的公司，不配安排进我的行程单。你喜欢，你拿去。汤尼，严哥去了。你拽什么拽啊你？爷，酸酸的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嫉妒的味道？什么人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辛苦辛苦辛苦啊！汤尼哥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吃点东西啊，随便吃。哎，果果唱多长时间了？两个多小时了，就没停过。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你啊，算是说到点子上。都说这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叶丽莎呀，真是德高望重啊。你没事跟那个经纪人说一说。让他去带他做个美容，报个补习班，读读书什么的。没事，别在我们家果果面前晃悠，烦死了。我可不敢。那叶丽莎是出了名的贱嘴啊，名气也没咱果果大，但人是董事长的妹妹啊，要不能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的。妹妹怎么了？干女儿我们都不怕。哎，最后拼的是什么？实力啊，还是我们家果果争气。她就是天王老子的干妹妹，也没有用，也没有我们家果冻的实力大。啊，不过，汤尼哥，我看今天差不多了，你去劝劝果果，别太拼了。你以为他在赌气啊？唱给自己听的，质疑的声音越大，到时候他们啪啪啪打脸的声音就会越大。那就这么一直唱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又不是 KTV， 一会儿叶丽莎还要用录音棚。你别让他们俩再较劲了，果果明天是不是还拍广告啊？你不打算早点带他回去休息？没事儿，我们家果果唱十个小时都没事儿。行行行，你休息会儿，你休息会儿，没事没事啊，让他唱。好。果果，果果，别唱了，哎，别唱了，保护嗓子。看这里。嗯。我们确定一下手术的时间。嗯。好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我在医院。那个，你有多余的钱吗？方便可以借我一些吗？我很快就会还给你的。好，
谢谢你啊。小刘，你把严先生的缴费单找出来给我看一下。奇怪，最近怎么不吐了呢？不会跑不出什么问题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去趟医院。哟，这么巧啊！嗯，正好你在。嗯，开车送我。不是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保姆跟下属以外，还多了一个司机的职务？你这么也想也行。工资呢？分在奖金里。今儿没空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，我用不着你的时候瞎操心，用着你了，你说你没空，你故意的吧？信不信我扣你工资？哎呀，扣扣扣，使劲扣啊！扣光了以后搬你们家住去。懒跟你一般见识。懒跟你一般见识。啊，你这些情况呢都属于正常的。一般怀孕六周以后呢 ，HCG 的水平就会提高，就会产生呢早孕反应，比如说晨吐啊、恶心啊、吃不下饭等等。那六周以后呢，这些反应都会逐渐减轻，甚至是消失。像你这样早孕提前结束的呢，也不少见。所以呢，你要注意保持情绪稳定，避免暴躁、愤怒等负面情绪，调养好生活饮食，注意营养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不能喝咖啡啊，不能喝酒。咖啡跟酒我都戒了，其他方面我也会注意的。谢谢医生。没关系，第一次怀孕呢都是这样子的，有什么不懂呢就来医院做定期检查，下次孕检的时候要把老公带上了，这样呢可以安抚你的情绪，对胎儿生长也有好处。好，我下次把他带上。不好意思，医生，我东西落在这里了。哦，对，哎呀，记得用这个沐浴露给宝宝清洁的洗澡的时候啊，注意他脐带，保持干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医生，再见。再见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医生。没事没事。凑了一共是3万块钱，我知道不够，但是我还会想办法的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挺麻烦你了，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。总是那么慢的你，是不是？